今天逗逗老婆吃个烧鸡。今天你吃黄瓜去吧，打烧鸡归我了。老婆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哇，老公啊，今天的菜系这么丰富呢。对，有肉有蛋，然后这里面，你看一下选哪个。哎呀，我还选什么选啊，我肯定相信你的嘛，放我面前就选它。老婆，你选这个大的，大的里面有好东西，特地给你留的，你搞错了。哎，你选这个大的，选这个大的。大的有好东西？那肯定的。哎，我能选小的呢。也是啊，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。白面条？什么是好东西啊？这白面条怎么吃啊？老婆，有肉有蛋，你配着鸡蛋吃面不香吗？你还有辣酱。好东西呢，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没有，赶紧吃吧。行吧，我先将就一下吧。把蛋吃了。哇，那我就陪你好好演一场。媳妇吃的好香啊，算了，为了我的烧鸡就忍痛割爱吧。等媳妇吃饱，她就不和我抢了，到时我一人独享大烧鸡。这吃的可真埋汰呀、哦！辣酱你得拌面了。快，帮我拌一下。这辣酱还真哈翻。多吃点啊！哎呀，哎，你别说了，老公啊，这辣酱配的鸡蛋绝了。那肯定，你拌个面条，拌个馒头都香。吃吃，真香啊！老婆喜欢吃就好，反正这辣酱也不贵，我下次多买点。肉也都是我的。香吧？特别香。你吃不吃啊，老婆？我不吃，多给你，多吃点。都给我了啊！啊！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吃那我也没办法。今天我势在必得，终于吃上一回好的了。放到我面前来嘛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公再开一罐行不行啊？好，这么好吃，你别小气嘛。只要能让媳妇吃饱，再开一罐我也愿意。好吃啊。今天肉吃过瘾了，老公这是自作孽不可活，可不怪我。太香了。一点汤汁都不留啊，媳妇儿可真能吃。老公啊，这面条嘛，看起来还是没什么食欲，还是想看看你的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你好吃的都吃完了，你还没食欲？哎呀，你赶紧吃吧。哎呦。行吧，那我吃了啊。还不知足。嗯，我知足吃了啊。真的味好浓。今天我哪也不去，可得看好我的烧鸡。赶紧把烧鸡吃了，趁老公没看见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媳妇儿赶快吃饱饱，一会儿我就可以吃我的大烧鸡了，想想就开心。烧鸡配辣酱肯定也很香，这幽味就在我鼻尖似的，越来越浓郁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吃了。你别笑，啊，最后转一下眼睛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吸活了，我找人捅了。你就困骨头去吧，把剩下的面条也吃完，一点都不能给老公生。饿了不行，想吃根香蕉。有香蕉吃都是便宜你了，看你以后敢不敢吃独食，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。香蕉一点也不顶饱，老婆咋吃的这么磨叽，我这肚子都快饿扁了。老公又没了。啥？你一顿饭要吃几罐呀？这好吃嘛。那不是有袋装的吗？拆个袋装。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哎呀，那个送的嘛。哦，来，这个分量也很足的。哇，怎么就找了这么个母猪，一顿饭要吃家里一半粮。
你别说，这个辣酱真的太下饭了，连搭配这个白面条都这么好吃。那肯定啊，不看谁买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真的要去试一下，这个辣椒酱真的特别特别好吃。哇塞，你们看它里面啊，都是用这个香菇跟辣椒炒制而成的，非常的鲜，它这个吃起来鲜而不腻，鲜而不腻，辣而不燥的，特别下饭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还不止，现在下单有活动的，你们看，哇塞，到手了，这么一箱里面整整是十罐的啊，然后啊一罐还不到两块钱的，现在下单有活动，19.9一箱十罐还不止，再给你们啊多送10包这个辣椒酱，哇塞，特别好吃的。平时啊我们用来搭配米饭、馒头啊、饺子啊、面条啊，越吃越过瘾，真的特别下饭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赶紧去拍一下啊！哇，这么香的辣椒罐，19.9到手10罐加10袋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多囤一点，这辣椒酱一看就很香，很下饭啊！我们配个馒头、配个米饭、配个面条都合适。知道了，多买点。配个烧鸡也行。哼，干啥？要不是我提前看见了，到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呢，想想就气。我还吃，好吃啊！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哎呀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你有多少鸡？啊？黄瓜。我鸡呢？鸡在这里，慢慢吃吧你。老婆你。猪一样。夫妻吵架第一天。哎呦你妈！来来来来来，这叫炒蛋啦、啊！这都没碗，来给我儿子吃。哎呀，好吧。来来来，豆角炒牛肉。妈，我爱吃这，我儿子吃吧。牛肉真香，我也想吃牛肉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有个鸡蛋呢、啊，我喜欢吃鸡蛋。我的，我的，哎、给我儿子吃。都给我，啊，我亲生的。妈，那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你拿去给你妈，叫不叫吃？生气吧你！1、3、5、7、9，9个鸡蛋呢、啊。谁教的数学啊？哎哎，来来来，吃一个，别抢别抢啦！来来来来来，哇！媳妇吃这个吧。哇，这泡的热气呢。不是，妈，这什么呀？焖了点排骨。焖排骨？有焖排骨，我也想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都画好线了，这是我的线。吃。哎，来啊！哎，又回来了吗？不是，我也想吃焖排骨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就吃这个吧，两个菜呢。便宜你了，有菜有面的。哎，把鸡蛋吃。喂，这么烫啊！我先吃鸡蛋。先吃个香蕉吧。妈，你吃吗？你吃吧，妈不吃。吃一个。哎，吃吧。哎，妈舍不得吃，就一根了，给你吃。这个鸡蛋也挺香。哇，真香啊！妈，是焖的什么排骨啊？牛排骨。牛排骨，真行啊，真香！给我先吃吧。哎，烫啊！你看烫不烫？焖一会儿，你等会儿它又强。妈说的好像也对，可不能被老婆抢去。吃快点，吃快点。哼。等我的排骨焖好了，香死你啊！寿枕签啊，麻烦你看清界限，不要越界。真是饿的不行了、啊。哎呀妈，好了没有？饿的不行了。哎呀，还没好，你看他中间、啊。要不你吃点玉米羹吧，妈给你泡好了。给拿一碗呀、啊嗯！闻着真的好香啊，也不给我尝一口。哎，这碗挺香啊。嗯。好香啊！
这餐挺适合你们吃啊。嗯，老人小孩都爱喝。妈真香，哎呀。这个玉米羹真不错啊。妈，你们这个好香啊，我也想喝一碗。喝什么喝？还有够你吃的，有面有菜了。行了行了，你看他都吃完了，肯定没吃饱。嗯，你给他泡一碗，等会他抢你的排骨吃。哎，等会自己泡，自己泡自己泡。哎，好，我自己泡我自己泡。还好这个玉米羹很方便，不用煮，直接开水冲泡就好了。太香了！哇，好香啊！真的好好吃啊。妈，这个也太好吃了，比这面都好吃。它这个哇，吃起来又软糯又香甜的。嗯，关键是这玉米味真的好浓啊，这大冬天来上一碗，身上马上暖和了，真好吃。啊，妈，这贵不贵啊？这么好吃呢？不贵不贵，这个都是妈退休金买的呢，哪能买贵呀？哎呀，兄弟姐妹们，给你们也推荐一款很好吃的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不仅好吃，而且配料表很干净的，只有玉米、山药、葛根和大米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像你们平时啊，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来上一碗再合适不过了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哦，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，拍三罐还剩一个精美的碗和勺，这一罐足足有一斤重，喜欢的家人们赶紧去拍啊。妈，这是送的啊，这么好看呐。给我，那到时候拿当早饭吃。气死我了，直接不看你赶紧吃吧。吃不吃了？吃，快快快快快，妈，这还得焖多久啊？等一会儿，等我吃完。哎，等他吃完差不多了。真是急死我了。好了好了，吃饱了。好了，哎，妈，我吃吧。哎，你吃你吃。哎呀，我的焖排骨。加点红。鸡冠，鸡冠。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有鸡冠。对，要加热。我看看下面什么好吃的。啊，生菜，生菜怎么吃啊？吃什么吃？天天就知道跟你媳妇吵架，还想吃排骨，吃逼吧你，喜欢。